谍战小剧场的第一环节叫做一探究竟。因为特工啊，当不信被捕的时候，要面对着严刑拷打。这个环节我们考验的是各位特工的抗压能力，我们要对精英队的几位特工来进行一轮考量。来，我们请王牌女郎狒狒介绍一下这个环节的小规则。游戏规则，精英队分别派三位特工接受王牌队限时5分钟的拷问，头上的灯带会随着特工内心的波动而产生变化，波动越大，头上的灯带呢就会变红爆灯。三位特工如果一共爆灯大于等于5次，则王牌队胜利；低于5次，嘉宾队胜利。第一轮面对拷问的是沙站长，你看他的头饰像不像三国的？完了穿了一身民国的衣服。接下来，王牌特工队对沙站长的审讯开始。你是卧底吗？哦，灯在闪了，哎，亮了。我是不会说的，好像承认了。沙姨要尽量控制自己情绪，不要波动太大。我是不会说的，控制的是内心的情绪，并不是音量。我们不是表现派，不是体验派。你的梦中情人是谁？啊，梦中情人是谁？快速回答。曾经的贾玲，现在的丽坤。将来的 baby。将来的 baby。来，你看一下视频。谁呀？视频啥呀？那沙溢，你心中的女神是什么样的？她喜欢朱丹。爸爸，罢了罢了罢了。朱丹不是我说的，是胡歌说的。天哪 ！Sorry。爆了！爆了！你在紧张个啥？为啥这么有点汗呢？周一围，我要是你，我都忍不了。这是刚才谁喷的水？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灯就爆了？就喜欢朱丹啊！啊，那能不忘吗？紧张了。我很喜欢曾经朱丹主持过的一个节目，叫《我爱记歌词》，因为那个时候朱丹还没跟一维两个人相识啊。我说这录一整期节目，你不跟他说话呢？又到了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我已经谈恋爱了。哥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解释有点太正式了？太正式。我们明明在开玩笑。是啊，这不是以为真人来了。大爷大徒，文的也不行，武的也不行。圆不回来了。好，对沙溢的审讯结束。不光撑过了审讯，还撑过了身后锐利的目光。就以为那问题，我一下汗出来了。啊，下一个接受拷问的人，以为，给我擦擦这汗。到我们这边，哥。不能乱走，他是在完成任务来走的。对不起，师哥，你回到你的座位上。审讯开始。第一个问题，刚才有没有想过要动手？没有，这个真没有。沙溢刚刚说你老婆是他的梦中情人，你怎么看？行，挺好。他回头看我拿枪指了一下。周一伟老师，您和朱丹姐在家里听谁的？谁说的对听谁的。哎呦，是啊，这么理性的过日子。那两个人在一起，什么叫对，什么叫错？对，感性一点的问题。就今天吃红烧肉还是吃那个鱼香肉丝？对，那他们说了算。我怎么感觉是你在他家来的？一直，你这像红烧肉一直没断的，你这。朱丹姐之前说你是老婆奴，承认吗？什么老什么？老婆奴，不是老婆饼，听好。老婆奴。我同意啊。没有估计。爆了啊！估计是被贾玲吓的，刚才。请说出朱丹的另一个缺点。另一个缺点，他一个缺点我想是非常显而易见了。对，记不住，不爱记人名。马虎。另一个缺点，另一个，那就不爱吃螺丝，弄得自己胃疼。你觉得自己演的最差的一部戏是什么？看我干嘛？不是跟 baby 那部戏。那你为啥看他呢？
因为老在攻击我们，说我们这个戏有问题嘛。但我觉得是盲人电影院。你现在的解释很像沙溢哥刚才说朱丹的那个解释。冷静一点，哥，冷静一点。在拿到演员的诞生总冠军后，为什么没有再拿过奖了？没敢再参加比赛了。是不是也是和自己夺冠之后影视作品越来越少，综艺节目越上越多有关系？他俩还挺生气。我跟你俩比，我的综艺节目上的多吗？确实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我们这么全面开花。对周站长的审讯到此结束，下一位，祖峰老师，来，我把眼镜摘了。对祖站长的审讯开始。祖峰老师，在教学方面，您觉得您和刘天池老师谁更胜一筹呢？刘天池老师，他胜在哪里呢？他能点燃学生的热情。你呢？浇灭了学生的热情。我让他们越来越冷静。有没有想过去参加《演员的诞生》，被刘天池指导？有想过吗？没有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他给你指导，而你觉得他指导的不对，但是你会听他的吗？就是怕闹家庭矛盾，所以才不去的嘛。不听不就是会吵架吗？这个有个灯嘛，嚓把眼上一照，那个压迫感特别强。问不出来问题，要灯，要道具。吓我一跳！哎呀，气氛到了，气氛到了啊！这还问不出点啥的话哈？说。哎，说什么？问。请说出刘天池仨字怎么写。严肃点，请说出刘天池的五个缺点。这么多呀？和三个缺陷。接着说。接着说。嗓门大，粗鲁。爱激动，近视眼，不是特别近视，但是老爱戴着眼镜儿。太黑，哦，嫌人家黑了。这回去感觉都要跪搓衣板的节奏啊！爆灯了。太难了，回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好，对祖站长的拷问到此结束。本轮游戏精英特工队爆灯超过五次，所以王牌特工队获胜。掌声啊！接下来呢，我们进入下一环节，替身行动。两个字儿，女演员。你把嘴夸张。女演女演女演员，这题就只能过了哈。仨字儿，武林外传里演啥？啥玩意儿？武林外传。武林外传。听不见。腾哥以为是比嗓子大，他根本不知道要口型慢。你看我嘴，看我嘴，看嘴。武林外传，狐狸换水。武林外传里你演的是啥？你演的是啥？脚在使劲儿。啥东西？武林外传，狐狸反水了。武林外传，武林外传，你演啥？武林外传。
啊，太心酸了，看。我好像看到了他俩老年的时候。《武林外传》，你演啥？我演啥？白展堂。OK。对了对了，《武林外传》。嗯。答对了。好啊，两个人呢、啊。可云，可云。你讲个话啊！好，有沙溢我们就放心了。这第二个人，先是一愣，瞪着眼睛来回转。你要做什么？啊，你要做什么？你是谁？您谁？您谁？我是尔豪。我是尔豪。哈、啊，第二个人啊，哈哈，老婆，等一下。你打死我吧，爸爸，爸爸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你给我一枪，打死我的孩子，不，饶了我的孩子，打死我，饶了我的孩子吧。你不许说！爸爸说了，爸爸说，可云，快起来！可云，快起来！可云又说了啊，可云，啊，谁来救我？一开始说谁？一开始带头头头。爸爸，爸爸把可云，对，从头。二豪，可云，可云，第一个叫二豪，二豪。有三个人，第一个出来说可云啊，情深深雨蒙蒙啊，二豪你谁？你谁？我是尔豪啊。爸爸，爸爸啊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爸爸，你一枪打死我吧，那你饶了我的孩子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饶了我孩子，不可能，我一定要打死你的孩子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一段。王源肯定不行，他没看过。有三个人，一个人出来很冷静的说可云，然后这人说啊你是谁？啊你是谁？然后对他爸说爸我错了，你一枪打死我吧，但是饶了我的孩子。爸我错了，你一枪打死我吧，然后打死我的孩子。然后这人说不可能，我一定要打死你的孩子。出来一个人，可云，可云，你是谁？可云，你是谁？就开始发疯了啊！爸爸，我错了，你一枪打死我的孩子吧？不是，对，你插嘴。哦，你一枪打死我吧！你打死我吧！但是你要饶了我的孩子啊！然后他爸我就说不行，我一定要打死你的孩子，啪！啪！再说一遍，可云你是谁？打死我的孩子，啪！啪！